主料白条鸡两只，辅料蜂蜜60克，清水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光参鸡去皮去内脏，再将头与尾切掉，洗净切大件，直接放入炖盅里，注入少量的清水，加盖隔炖，大概炖 1.5 小时后加入蜂蜜，再炖30到40分钟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鸡去皮，鸡汤汁不那么油腻。二、炖汤要注意大包里的清水，即时添加，不要烧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